我们看29题啊，他说一个由空气绝缘的哈，电容为西林的平行板电容器，在充电到电压 V 零后切断与充电池的连接啊，接着将一块介电常数是 K， 且厚度和电容器间距相同平板哦。塞到那个电容器里面去，然后是塞到一半。好，那求 A 新的电容器啊，好，它储存的能量，还有作用在平板上的力。好，那这怎么做哈？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个电容啊哈，我可以这样看，这西林的话，我把它可以把它拆一半。那拆一半的话，等于是这两个电容的话，我并联。那这一半是二分之西里，这一半二分之西里嘛。那现在这一半把它改成放介电池，所以这一半的电容呢是等于二分之一西里。那这一半的电容哈，就等于再把它乘以一个 K 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西等于多少呢？第一分之。如果是真空的话是 H0A 嘛，它如果里面有介电常数的话再乘一个 K， 所以现在的话哈，这个有介电常数嘛，所以哈，那这个就这样讲好了，这个西林哈，西林是等于那个 D 分之H0 哈，它乘以 A 的话就是长度 L。乘以这个我们叫做小，还有那个，就这个是长度 L 嘛，宽度我们叫小 L 哈，小 L 应该这样子。我现在把它切一半的话哈，就变成是二分之一 D 分之 H0 LL。好，然后另外这一半的话是多少呢？是二 D 分之。这 H0 然后再乘一个小 K,H0,LL, 这样子。然后把它加起来。现在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哈是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二分之一西林嘛，因为西林是这个。所以这个多少？这是二分之一 K 西林。所以这一半的话是二分之一哈 K。西林，所以它电容器的电容等于这两个人要并联，并联以后就是二分之一西林K 加一。好，这样我们看那个电容量，电容量的话这怎么做就等于这一半的电位能加这一半的电位能。我们知道这个电位能 U 就等于二分之一这一半的。电容叫 C1V0 平方加这一半的那个电位能二分之一 C， 这是 C0 哈 V0 平方，现在的 C 哈只是把它多加一个呢，不对，这把它写 C2 哈 C1C2 哈，我们知道 C 哈 C 是等于这个，C2 等于这个。所以这个是二分之一 V0 平方 C1 加 C2 C1 加 C2 实际上是什么电容，就是这个，所以是二分之一 V0 平方乘以多少，乘以这个，这是二分之一 C0 K 加1，所以四分之一 C0 K 加1 V0这个就是电位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作用力作用力多少作用力的话呢，我现在就是说因为它会移动，那我把这个当成 X， 就是说我现在把那个板子塞进去的时候，然后它会移动的话，它任何时刻的位置这个叫做小 X。这个的话
这个距离就是大 L 减 x， 那这样的话总位很的话，这个就要改，改一下的话哈，就变成多少？哎，刚刚是四分之一 v 零平方 c 零 k 加一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好，好，然后的话哈，现在的话我把这个改掉，改成多少呢？改成这个 C 哈，等于是 d 分之多少哈 ？k h 零零啊乘以面积嘛，面积现在是 x， 啊乘以那个小 l， 啊小 l， 啊这那个宽度，这长度宽度。啊 C 二呢 ？C 二是等于那个 d 分之多少？嗯 ，d 分之 h 零零嘛，啊现在是。大 L 减掉呢 ，X，R L， 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做出来以后哈，我就可以呢，怎么写啊？二分之一 V 零平方可以算出来 ，C 加那个就是，d 分之 H 零零，大 L 可以抽出来 ，d 分之 H 大可以抽出来。好，那这变成是大 L 减 x， 大 L 减 x， 啊加 kx， 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的话哈，这个就等于二 d 分之 h 等于 h 等于小 l v 平方，那另外这个是多少呢？L 哈，加上 k 减一 x， 好 k 减一 x， 好，一算出来以后，我就可以算 f。我知道这个 f 哈 ，x 哈，上是等于负的 ln u ln x， 哦，对 ，x 偏微分，那上是它单变数嘛，啊，所以上是直接微分，所以是负的 d u dx。啊，按了一微分以后哈，这个就是 k 减一，这是二 d 分之 h 零零 l 哈 v 零平方。啊，因为这有个负号了，然后一弄以后变成多少呢？变成是 k 减一的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到底是？现在的话，因为它那个力的方向是能量下降的方向，那能量下降的方向，你把它塞进去，能量会下降，所以它事实上是会往前，也就是说，这个 K 的话，它应该是小一的 ，K 的话应该是小一的，哦。就是说它那个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二分之一嘛，哈 ，c v 平方嘛。那你这个 c 的话，哈，减少 ，c 减少的话，也就 c 的话电容减少，就是说它本来不是电介质的，是 c 零。那你把介电子塞进去以后，它那个电位能会下降，电位能下降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这个东西呢是下降的。那代表那个 k 的话哈是小一，那所以这个算出来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大一，因为 k 小一，所以的话我就知道这个 f(x) 就是 f 了 ，f 呢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这个是二 d 分之 h 等于。不过他现在要用那个 c 哈来代替哦。现在这 c 零呢，我们知道是等于 d 分之 h 零零大 l 乘以那个小 l， 啊，所以 d 分之 h 零零哈小 l 事实上等于多少？等于大 l 分之 c 零，然后把它代掉，代掉的话哈。
叫 D 分之 S 等于零小 l， D 分之 S 零小 l， 这个是等于大 L 分之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是二分之一毫，大 L 分之 C 零的 RV 零平方 R 一减 K 啊，那这个应该是大于。好，我记得电介质塞进去以后的话，它能量会降低。哦，因为它那个总电荷会，总电荷会减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如果是正电荷的话，它会 induce 出一个那个负电荷在这里。哦，负电荷在这里，啊，所以总电荷的话呢是减少的，所以电能是减少的，所以这个是大 L， 就是说你把一个介电子塞进去的话，能量会下降。我们知道系统都是往能量下降的地方移动，所以它会一直跑进去，因为它跑进去的时候整个系统能量会下降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大于。所以大于就是这个木块，这个介电子的话它是往这里移动的，答案是这个。